这样。雨下王爷，仆固云思将迎娶李明月，现在正在杀猪宰羊布置，晚上要宴请全营。这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时机。此药混入汤中，便无需费我一兵一卒。你知道怎么做吧？是。我已派人切断了此处与西岳营地的联系，云四此时怕是不知，自己已如瓮中之鳖。营中士兵一旦中毒，王爷带兵杀入，便能轻而易举除掉所有心腹大患。慧心在此处等王爷归来。这是什么呀？羊汤。啊，给你倒杯酒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剩下的我自己来换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钱不说，没想到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明明是来救他的，此刻又希望他能来救我。不行不行，要是被李谦知道，定又会笑话我的。
月的党工，他不是应该在宫中吗？难道来过此处？到那边去看看。这荒郊野外的，应该没有判决了吧？走，咱们喝酒去。好，我去喝酒。有没有见过一位女子身上带着把弯刀？你说的是我们公主，她在何处？她不日便要和我们将军大婚了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伤了？李谦，少，他死，我死。安排了，你把刀先放下，别过来，要么杀了我们，要么把我们都放了，你自己选。安排了，你真的就算死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并非宁死都不愿与你在一起，只是我答应过他，他是我此生唯一的夫君，
无论天涯何处，至死相随。你究竟把他的心拴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？我就是拿不回来。士兵突然杀入营地，有多少人？不知敌军数量，但我军将士不知何时接中了毒，与周边营地的联系也皆被切断，我方兵力折损过半。你原来搬了救兵有备而来，潜入我营投毒，里应外合。你可知那带兵的是何人？北宣灵王。大殿下面的密道只有我知道，李寻暂时不会找到这里。李寻他居然突然进攻我大营，他究竟是想除掉你们，还是想除掉我？凯尔比失踪一事，定是一石二鸟之计。云斯，你中计了。乔慧仙竟然利用我借刀杀人，果然阴毒，还险些害了艾麦拉。逃不出去，我们只能死在这儿。李寻和乔慧欣能在今夜进攻，便是了解营中情况。我们三人若是贸然出去，便是自投罗网啊。那怎么办？你不要怕，他们若是发现这个密室，我宁死也会护住你。云思，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你就不会有机会使用你那把小弯刀。艾麦拉，我做了许多错事，伤害了你，你能原谅我？云斯，我在问艾麦拉。
才不原谅你呢。你说你做错了，错了就要偿还，逃出去，为你做错的事情赎罪，否则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。还不了，就牵着吧。若算清了，我怕来世你便不再问我来讨债了。女四不要。这个借我。记住，任凭外面发生了什么，都不要出来。护好他。你今生唯一的夫君是他，留下我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我此去不是为你，是为了那个把我当作唯一的。
方得意才是。怎么瞧着有些狼狈啊？明知故问。我还怕我这不请自来，扰了你的兴致。我恨他人入骨，有何兴致可言？那便有劳将军，交出我北宣资王与王妃。李谦要和李明约共生死，你杀了他们，我成全了他们。你杀李谦尚可，绝不可能杀李明月。怎么不可能？我护他，爱他，为他费尽心力，他心里却只有李谦。这种女人，灵王留得，我留不得。众军听令，仆顾云寺杀我北宣资王与王妃，其罪当诛，即刻杀掉。禀告灵王殿下，室内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。慧心喜欢的人是本王，连太子之位我都可以拱手让你。我并不想置你于死地，可这些年来本王为了慧心做了许多后悔不已却又不敢后悔的事情。若没有生在帝王之家，
是失手，却比我还矮上不止三寸。不是你，还好，你还活着。可你活着，日后相见，便只有你死我亡。望你我兄弟，不要再见了。 云思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？ 快起来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云思，你快起来，我带你去找大夫，你一定能好起来的，一定能好起来。你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快起来，只要你醒来，我什么都原谅你。
全部。